咁大個包裝盒，支燈咪好大咯。收埋啲先，呢、這個產品嘅型號係 Philips 嘅 CL853-RT-CL853， 長型牡丹金色。115W LED Rectangle Ceiling Light， 等我量度下俾大家睇下佢嘅长阔高同埋功能啦。产品嘅尺寸同埋重量，依家话俾你知道。首先讲佢嘅高度系 10.4cm， 佢个长度系 99cm， 喂 ，99cm， 咁佢嘅阔度系 67cm， 咁我用个人嘅比例俾大家睇下。佢嘅 size 點啦？呢個產品嘅設計使用時間係15000個小時。按一般生活嘅習慣，每日6點夜晚黑開始用燈，用到晚上12點，咁即係平均每日用6個小時去計算啦。可以用到2500日，換算出嚟大約即係6至7年啦。燈具最光嘅總流明輸出係7600，按照1308嘅流明等於100火烏絲燈嘅計算方法。即是等于钨丝灯的光度 581W， 按照我这么多年对灯具和光度的经验，可以照顾到一个 12.5 尺乘以 12.5 尺，即是等于156平方尺楼底不超过10尺的立体空间。灯具靠墙壁的开关已经可以做到4种的色温状态，即是用墙壁的开关就可以做到，试一下第一下先，自然光是不是很光呢？短暗，快速短暗，一熄一开就去了黄光，一熄一开就去了白光，再短暗就去了夜灯。这个是夜灯，我现在开着它了，我将它校回自然光先，这个是聚光，在下面给大家看看聚光的状态。如果你觉得用墙壁的开关去这样开开关关不方便，以及不可以完全发挥到这个产品的全部功能，解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的，其实只需要配一个遥控，这个遥控就可以将它所有的场景微调色温、校光暗全部都做到晒的了。我在这里快速地试下给你看，熄灯、开灯，现在是黄光了，我将它校去自然光、白光，校回去黄光、校光暗。好了，这个产品在调校光暗和调节色温的这一部分，大家见不到是可视闪频的，即是它一点震都没有的。那这个呢对我们的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，即是 Philips 的 Eye Comfort Lab， 中文叫做舒适光，舒服的舒，视觉的视，光度的光，都是讲回 Eye Comfort 而讲一点。至于怎样微调控制，怎样配对，在另外一条影片里面都已经全部讲得很清楚了。我已经将这个影片的连结放在下面资讯栏，你可以重复重复又这样去看，慢慢去理解它啦。这里产品介绍完了，即刻带你去看看安装了在现场是什么效果，去哪里安装呢？是不是很心急啊？好了，即刻去片。现在又去哪呢？去宝翠园。宝翠园今天去装东西的，帮业主去装东西呢，那就因为保养都我们负责，帮业主装嘢、装灯、插灯。第一支灯呢个位，呢个光暗之前已经淹咗噶啦，所以冇影响，唔换晒都得。咁啊 ，two way 嘅，就会拆咗呢两支啦，然后再装翻两支飞利浦嘅灯。好，熄咗电先。呢支一阵间会拆咗佢，然后要掉走嘅。呢一支都会拆走佢，然后掉走嘅。呢支仿燈，如果拍就係冇反應，唔知咪燈膽燒咗，一陣間再驗證佢。呢度另外一間仿燈，燈膽運作有變動。之後係三支大嗰支係擺主人檔，呢支仿燈有變動。呢度本身有支 track light， 兩個掣管嘅，都係飛利浦呢一支吸引燈。咁一陣間咧就會拆了这两支水晶灯，打直装，这样看下去的厅就会再长一点，这样望出来都漂亮的。宝翠园这个位置做一个记录，开灯和怎样控制支灯，方便第二业主或者租客用。充电个光暗制冇影响，即系之前已经淹咗噶啦，所以呢个光暗制依家冇意义嘅。OK，
講個控制個燈嘅方法，呢個遙控設定咗喺第一組，第一組咁撳第二組冇反應嘅，所以呢個係要第一組啦。開咗低之後，呢個黃色呢個點就吞係黃光，白色呢個點即係藍色呢個點咧就吞係白光。咁啱啱中間咧就係自然光，減就係較暗，加就係較光。咁有啲預設咗嘅場景，呢四粒呢個就係白光，呢個 relax， 呢個夜燈，呢個就係最光嘅狀態啦。OK， 呢個 remote， 咁呢個就可以俾翻業主睇翻啦。咁呢個廳都好大嘅，呢個廳挨住有400尺。咁依家同事咧就因為要裝兩支啦，咁就要。兩支燈要攞翻個水平咧，要靚嘅。咁就兩個遙控本身就唔會互相影響干擾，因為佢個原理唔係行紅外線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想做到一個遙控控制兩支燈得唔得咧，係可以嘅。呢一個系列咧係可以用一個遙控控制三組。我哋見到有一點、兩點、三點，就係三組。而每一組入面呢，原理上在個範圍內呢是無限支燈，無限的意思可能配十支都可以的，但家不會出現這種情況。現在呢就每支燈都有一個獨立的遙控，稍後房燈呢都是這些系列，即是 Philips 的這個系列啦。這個 iComfort 啦就不會有這個閃頻的，那個型號呢就是這個CL853， 这个是长方形的支来的。 OK， 这个是宝翠园、这个呢就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大家不知道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呢？这个不是镜头的问题、这个、高度和这一点的高度呢是不同的，即是意思的天花呢很多客人都以为是一定是平的，其实天花有很多时候呢是会慢慢地暗斜，天花成日都會有波浪嘅，咁呢度冇咁割眼嘅。咁我去過好多地方，有啲咧比較割眼啲，係啦，呢兩個距離，天花唔一定係平。好啦，咁好多人問啦，如果呢支燈點樣配對佢啊？咁依家咧，我特登冇配對嘅，啊，撳佢冇反應。咁點樣配對咧？咁我咧首先。我哋個 remote 嘅呢一點啊，一二三都得嘅，不過我用二容易理解啦。個二撳實佢，熄燈掣、開燈掣、熄燈掣、開燈掣、熄燈掣、開燈掣、開燈掣。咁大家就見到佢呢度咧變黃咗啦，咁即係已經配對咗啦。咁萬一第日如果有機會脱碼咧，咁可以自己配對翻，就用翻啱啱嗰個方法配對咗之後，咁佢。就可以做翻用遙控正常嘅開關啦，一定係揀喺第二組，你揀第一組係冇用嘅。OK， 咁呢度咧就兩支 Philips 嘅 CL853 rectangle 長方形嘅115伏，咁裝喺呢個400尺嘅廳，咁都 OK 啦。我覺得有啲細添，不過光度係夠嘅。呢度係寶翠園，或者呢邊望過去係咪一啲都唔大啊？CL853 呢間主人房咧係143平方尺。咁剛才客人問我啦，如果唔用遙控，呢支燈第一下係乜嘢呢？好啊，我即刻開。第一下係最光，第二下黃光，第三下白光，第四下調翻去最光。咁如果用遙控嘅控制方法呢，嗱，我就企嚟呢邊啦。呢個係寶翠園咧，就企呢個位置，坐個窗頭試俾大家睇啦。都係啱啱個遙控咧，第一組做到熄燈、開燈、default 嘅夜燈，下個加字夠翻光。白色呢點就去白光嗰邊，黃色呢點就黃光嗰邊，係線性嘅操作嚟嘅。做翻呢個記錄俾客人。咁夜晚黑，譬如主人房想 relax 啲，咁咪撳翻暗啲。黃啲，咁 OK 啦。OK， 呢一個係之前做過推介嘅40W Philips 嘅，有埋遙控咧，5000個流明超光。
好，客廳、飯廳、第一間房、第二間房、第三間房、主人房，全部運作中起火。啱啱大家睇完以上嘅产品介绍同埋现场实拍嘅安装影片之后，係咪好想知道依家做緊乜嘢优惠呢？呢一个产品型号 Philips 嘅 CL853-RT 长型以蓝牡丹金色嘅 115W LED Rectangle Ceiling Light， 依家嘅定价係2980元，有两个优惠俾大家选择。2980将原本24个月嘅零件保养升级到30个月，另外包括30个月嘅持牌电工上门保养，梗係连咗安装同送货啦。第二个优惠，客人有自己合资格嘅安装团队安装产品，无需要我哋送货，无需要我哋安装，免费登记成为我哋会员，2980元就送900元嘅百佳超市礼券俾你，如果送晒就现金回赠俾你啦。这个优惠我准备了20支给大家，先到先得，售完即止。大家如果对以上影片的内容或者优惠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，或者直接 WhatsApp 9205-3831 向我们的同事查询啦。如果喜欢以上的影片介绍，记得给个 like 和 share 埋给你的朋友啦，在评论区留言拿了个优惠先啦。多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